就对园林感兴趣，在留学期间就专门学习了园林专业。当他回国之后，发现云南民不聊生，而他除了会点园林，其他的是什么也不会，没有其他办法报效祖国，那就把哥哥遗留下的老宅设计成园林式住宅捐给国家。可能那时候的于恩熙没想到，在多年后真的成为了云南重点保护文物单位，掏钱才能进去观看。有时候就连庾澄庆都调侃，我回自己的家还得掏门票，是什么世道？他的爷爷这么出名，父母自然也是很牛掰的。父亲是资深人士，不便透露，母亲张正芬在京剧这方面是十分的出名，圈中也很有地位。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，也怪不得庾澄庆的为人处事都是这么的让人舒服。由此可见，家庭的教育是很重要的。再加上庾澄庆现在在乐坛也有了自己的地位，那身价更是不用说了。据传言啊，庾澄庆家买个法拉利就跟买菜一样，毋庸置疑，家底有多厚才能这样说，那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身价呀。如今的庾澄庆已经年过六十了，依然活跃在观众的面前，热爱生活的他，上天自然不会亏待他。在跟伊能静离婚几年后，庾澄庆就遇见了真爱。虽然妻子张嘉欣比他小14岁，但是两人小日子还是很甜蜜的。跟前妻伊能静经常高调示爱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庾澄庆把自己的家人保护得很好。一直到偶然一次被媒体发现，那是张嘉欣在买东西，庾澄庆呢则是在一旁等着。等到妻子买完之后，就立马牵起他的手，还在大马路上做鬼脸，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。这样的场景只听就能让人感觉爱情的酸臭味。不得不说，他们俩之间的感情是真甜蜜，就算已经60岁了，还是跟小年轻一样。只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他们一直幸福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喜欢的歌星踊跃留言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